荧幕前的观众、现场的观众，准备好你的尖叫声！红毯上欢迎来自海外的嘉宾，日本超人气摇滚乐团 KingGnu。相信有在追动漫的人对他们一定都不陌生，剧场版《咒术回战零》的主题曲《意图》还有片尾曲《逆梦》，这是由他们所演唱，制成一派名为 Tokyo New Mixture 的音乐风格，甚至在影像、平面视觉、现场演出等全方位都建构了独一无二的世界观。神曲《白日》更是超过了6亿次的播放次数，而今晚他将是金曲奖典礼的表演嘉宾。想先问问世喜游，说之前呢来台北之前说可以好好验收中文了，现在来到台北了，来好好跟我们打声招呼。我是 KingGnu， 我们是 KingGnu。 哇，我是歌手世喜游，谢谢。可以耶，完全听得懂耶。那我再追问玉体好不好，因为第一次参加海外音乐的颁奖典礼，印象如何？截至目前为止，第一次来，赞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一级棒了。OK， 好，再问你们一题，今天是我们的表演嘉宾嘛，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？先为我们透露一点点。我们会，怎么样呢？表演两首的。歌两首歌 ，OK。希望都是希望，大家会喜欢啊，一定会喜欢的，加油的。好的，期待 KingGnu 今天晚上的表演，谢谢 KingGnu，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